觉得这一位他很，他有在想他的动作跟他的 各种仪式，还有一个小技巧被发现，就是他会把桶子收回去，因为我刚刚在想为什么他不一直放前面就好，就可以有人一直抖，但事实上是你一直放在那边没有人会抖。我在 Google 的，我应该不知道。快写，我 Google 吗？他拿进去再拿出来，就是在暗示该抖内了。是妈祖庙在老街那边马路正中间，他的细节很多哎，然后他都会摆很多的 pose 啊，很有仪式感。那我要把东西要收起来，然后我觉得，我现在表现不错的时候，再把东西要放出来。对呀，我也很想要，可是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要灵感，就是他是因为他刚画那个男生，本来那个男生要抖内，然后像 Paco 那一个，然后他就说不用。我以后就是收台的时候再把抖内条放出来。不是，我在那个我就开个两小时，然后天气很热，坐下来喝水的时候开抖内条。你刚才有跟他要到水喝吗？哦，我没有要水。因为我已经进厕所了，我不敢再跟他要水。他这样排队，你直接跟他讲，就是拿饮料的地方。不要，我不敢，那个感觉要他，而且他们感觉很忙，客人超多。他就拿饮料。那你蛮勇的哎，你很勇哦。以前看书就是要在里面啊，先要一杯水，看个一两个小时再点咖啡。粉笔，龙龙鼠平常不开抖。高中的时候。会不会有虫爬到我包包？
38%，所以就我蛮希望能够写一些比较快乐的东西。没什么人拍手。其实我不知道张雨生长怎样。他如果说阿尔敏，我就尖叫。啊，长得很像吗？我觉得现场应该是很多人不知道张雨生长怎样吧。Google 啊，好，我看一下。张雨生，张雨生。